好，接下来这个球呢，这个比刚刚那个困难蛮多的哈、哦。就是这个一号球，他被二号球挡住了，但是现在一号球要进这个袋，那二号球呢？二号球被一号球挡住了，二号球他也要进这个袋。好，那这个各位拭目以待。这个可能请这个前面这两位可能先稍微这个离席一下啊，要不然等一下我一个不小心，这个母球跳起来会打到人。这个就是一次成功哦，嗯，对啊，手感还不错。